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求以这个多项式除这个多项式的三式跟一式，就这个除以这个，那我们用那个这个分离系数来除，负六加十一嘛，加三，它是二减三，二减三啊，这是负三，三二得六，负六啊，加上九，这是二加三，啊这是加一啊，二减三，所以余式是六，啊这个 Q 是等于哦，Q 哈，这个三式是负三 x 加一啊，哦负三 x 加一，然后的话哈，这个余式哈是等于多少呢？余式是等于六的，好，这第一小题，啊第二小题的话哈，是说什么哈？第二小题是说利用结果哈，求什么哈？求二十 x 减掉三十哈，除这个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怎么除哈？我们晓得呢，这个根据那个除法原理嘛，这个哈，负六 x 平方哈，加十一 x 加三。我用这个多项式除的话，三是这个，所以是负三 x 加一，哦，哎，三四啊乘以呢除四，二 x 减三啊，加上一是六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用这个东西除嘛，等于是哈，你要让这个呢除四哈变成二十减三，所以等于是你要把这个呢乘以十。也就是说哈，这要把它乘以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负三 x 加一，好，那把十乘进去变成二十 x 减三十加六，那这个多项式哈，除以这个多项式呢，余式是三式是这个，余式这个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我叫做 Q 一好了 ，R 一。啊，这个 Q2 的话呢，等于多少？第二题的那个三式嘛，就等于多少呢？三分之一，啊乘以 Q1 啊，负三 x 加一，那余式没有变 ，R2 哈，还是等于六。好，啊这样看呢，第三小题，第三小题他说利用一的结果哈。求以什么呢？用二 x 减三哈来除这个的，除这个，除这个的十倍，负六十 x 平方哈，加一百一十 x， 啊加三十。好，那我们利用这个的话哈，我就把这个东西的话哈，乘以十嘛。啊，乘以十就是它，把它乘以十，叫负六十 x 平方加一百一十 x 加三十，这个等于啊，这个等于这个乘以十，哦，啊，这个它是要用这个除的话，所以十的话乘在这里，叫负三十 x 加十，啊，乘以多少？二 x。减三，那叫多少？乘以十，六十。也就这个多项式哈，用这个多项式除的话，那个三是这个，一是这个，也就是说哈 ，Q 三哈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三十 x 加十，然后这个 R 三呢哈等于六十。也就你把那个被除式的话乘以十倍的话，那你这个三式的话就变成原来十倍，余式也变成原来的十倍。但是哈，你把什么呢？你把那个除式哦，这个是被除式乘以十倍。你如果把什么呢？除式哈，
乘以十倍的话，那么它的熵值呢就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倍，于是没有变，哦，于是没有变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答案，哦，这个，熵值负三十 x 加十，于是是六十啊，